Cus 这边好像鸽子真的很多。我为什么很喜欢鸽子？我很喜欢鸽子，喜欢养又喜欢吃。就它很鲜甜哎，有甜。表示你没有喝过真的甜的石榴。真的吗？新疆喀什的石榴是非常甜的，这绝对是属于很酸的了。你要把我毛弄掉啊！好呀好啊，不要动啊！我没有动，我不敢动啊。好冷啊！好厉哦！哦哦，老板，你把毛剃掉了、啊。这样好看吗？牺牲很大，大姐笑得很开心啊。好看，好看吗，各位？后面那只那个公驴哦，就一直想要交配啊，可是。这前面呢，当然就拒绝了，所以，哎，相当难得的画面，而且看那前面那只母的还蛮生气的，不断踢那只公的，这样不好。